减醇酸奶，一箱里面是十包啊。今天减醇酸奶活动最后一天，原价是25.9，给你们发十包，现在下单19.9发十包，天哪，超级超级合适，直接便宜了6块钱。活动最后一天到凌晨12点结束啊，一包是100克的量。咱先给他开一袋，最近这个减醇酸奶特别火啊，邓伦代言的一款酸奶，我家楼底下超市老板娘天天朋友圈发这款酸奶，一包是100克。再来一袋，这款酸奶真的超级超级好喝，它上面写的零蔗糖添加，没有任何白砂糖冰糖那种的啊，所以老人小孩都能喝这款酸奶。来一口，太纯了，98%的生牛乳。你们平时啊，可以往里面放点水果捞或者燕麦片，哎，我就放点燕麦片给它泡着喝，你当早餐，太合适不过了，营养早餐，啊，放点燕麦片也可以，一顿直接就饱了，别走开。酸奶泡燕麦片，这么吃太好吃了。